天。蓝天阳和黄心下、凤凰家业他们都签了。他们签字干嘛？补课啦，那个什么？补课啊？那你要不要去补课？不去啦？去啊。去啊？去还是不去？你去，那你今晚上又说不想去？我说行。想要买单车？嗯？我本来就想去的。要不然不去补课了，好吧？不去。哎呀，我就要去。就要去补课啊？那补课那300块钱就没了吧？啊？怎么办？还能买单车吗？我就要吗？那你是去买单车还是去补课？我要去补课。去补课啊？嗯。那不买单车了吧？嗯。嗯？卖。好，那300多块钱拿去补课了，然后不买单车了，好吧？你不要。那你到底是补课还是买单车？你还骗我300块。我骗你你那300块钱都拿去那个啦，补课去啦。骗啥？那到底是补课还是去买单车？你自己说。嗯？买单车补课。补课啊？一边买单车一边补课。什么？买单车补课。又买单车又补课啊？嗯。那买了单车就没有钱去补课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我就要去。就要去补啊！我还要买单车。还要买单车啊？那你那300块钱都不够嘞！哎呦，你还欠着我300了。你那300，那不是给你补课了吗？你欠着我300，只还了6块，真的是的。300只还了6块？你欠我300，还了6块。天天早上你都要10几20块钱的，都还的差不多完了。哎呦，你根本就没有还完啊！那还要给你买衣服裤子呢。你还欠着我300块呢，比我欠的还多。比你欠的还多啊？不一样。那就不去补课了，嗯。哎呀，我要去。去补课啊？啊、嗯。那补课就不能买单车了吧？我就要买单车。那补课还是去买？只能选一样，不能选那么多。这么多是6个，所以我选了2个。又不是这么多，两个。什么6个？6个才是很多，2个是又不是很多。嗯。哎，去补课那每天我要很晚才能去接你了吧？还好是8点。八点？不是8点，是6点，6点钟才能去接你。就，哎，我比阿哥放的还早。你的好多同学都去补课了，我看见了。对呀。嗯，要不要去补？去呀。好，那我给你看一下，你的同学。哥哥都报名了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你的名字。我看一下你报名了吗？吴可欣，你报完。蓝梦飞，你认识字了哦？认识啊，这个不是蓝梦飞，这个蓝梦飞和黄心夏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我看那些字都认识吗？凤凰家业。黄杨子谦，第二黄杨子谦报了，为什么就唯独我没有报？你是说了不去补课了？我自己说要去。那拿那300块钱去补课了吧？不能买单车了吧？我看到我名字了，在这里。你的在哪里？没有你哦。你在这里吗？21呀，在这里呀。1、2，我看一下，32个同学报名。啊，没有32个，哪里有32个？这不是32吗？哦，32个。那你去不去？不去就叫老师退学了吗？哦，那个陈一凡也去了。对。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？男的。男的。之前上次第一次开学的时候，嗯，我和他是坐最前桌的第一排。你和他是坐最前桌第一排。同桌。哦。那现在不跟他同桌了，不跟了，快同桌了。嗯，那还有谁？那你明天晚上去不去补？啊？去啊。去啊！不去我叫老师退钱了吧？我就要去。啊？我就要去。就要去啊？那就好。那你今晚上的作业还？你回来你做作业了没有？把作业拿过来，把书包拿上来，快。要做作业了吗？这个是水。耶，书童是不是？
蓝天羊是不是？这个不。对啊，你有没有同学叫叶书童呢？有没有？有啊。你又输了。认识几个字？认识几个字、啊？陈一凡，然后还有。还认识哪几个？还有。卢佳。李思健是哪一个？干嘛？蓝天阳、叶书童，还有黄子哦，黄思佳、黄子谦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冯啊，这个黄思佳，哦，这个黄子谦错了。嗯。吴可欣、冯思谦。吴可欣。然后黄思佳。嗯。莫吉昌啊，对啊，李佳慧，李佳慧，思健，这个李佳慧报完、李佳慧，李佳慧也报了，正班长，正班长哎、那你的，他一说不要直接拿面粉来抽的，哦，你的书呢？拿那个作业上来做作业了，去把书包拿上来，不是在客厅外面吗？客厅外面。准备做作业了，那你拿进来呀、嗯，真的是的。